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开义，也是井柏然。你是怎样理解钱开义这个角色的？他就像是一个小太阳，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个阳光大男孩，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比较逗逼。觉得钱开义算是一个醋精吗？一个30岁爱撒娇爱吃醋的这么一个大男孩，其实我也挺会撒娇的。饰演一个电台主持人，有提前做哪些功课吗？开机之前我们也找了一个专业的电台老师，对，然后去取了一些经。其实更主要的我觉得是声音，因为像小的时候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就是真的拿一个收音机就是听声音，就觉得好像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接触，能够走近别人。所以我觉得声音的这一种表达跟温度可能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是比较重要的。老师因为他可能也对我进行了一些了解吧，就觉得其实我的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对，至少就是他觉得他很喜欢，然后就希望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声音最舒服的一个 key， 或者是一个调性。在拍前杨子有隔空喊话让你带零食进组，最后有带吗？其实我是有备，但是我没带，对，因为他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压力很大，就是不希望他吃零食，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收视有一定的保证没有，我是说我自己，我没有说妹妹。还记得多年前跟杨子合作的第一部剧吗？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有点不堪回首，也不想回忆，因为那会儿就是首先年纪小，然后也对于演戏对于角色的理解也没有那么的深刻和透彻，所以就是那会儿就比较青涩，对，就是回顾青春的感觉吧。就是隔了数年之后再相见，好像也会回到那个时候的一个就是旧相识，像同学聚会的一个感觉。觉得杨子多年后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没变了，我觉得小杨子就是没变，他还是那么活泼，还是那么幽默。我跟他在一起拍戏，在一起工作，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能带给我快乐。首先他自己本身就很幽默，然后他也很会讲笑话。其次我觉得就是他身上，我觉得就是最闪光点是因为他的笑点很低，所以有些时候你给他讲什么笑话你不用担心他不会笑，就是他完全就是在第一时间就可以 get 到你的一些笑点，我觉得这个 就还挺让人满足的。女孩冲冲冲中的一些台词现在还记得吗？反正你是个大白菜，我是个大西瓜，大白菜永远是大白菜，大西瓜永远是大西瓜。不记得，但有点印象。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会觉得很社死吗？怎么说呢，很尴尬，想死如果用水果或蔬菜来形容赫顿和钱开义的话会是什么？我觉得赫顿有点像猕猴桃，哎，不是猕猴桃，火龙果，可能外表比较比较带刺，对，或者是很难相处，对，有一些棱角，然后其实内心剥开之后它是非常有营养的，然后非常有温度的，也非常脆弱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钱开义像一个土豆，就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一个营养。觉得杨子和赫顿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吗？我觉得跟他自己本身一定是有反差的，虽然就是妹妹本身自己就是性格是比较活泼比较开朗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之前女孩冲冲冲到女心理师，我突然间觉得哎，杨子长大了，她从一个小妹妹变成了一个大妹妹，然后在这个过程整个对于自己的一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她的心智其实是很成熟的，她经历了很多，只不过是她保留了自己当时的那一份阳光和纯真，对，这个是你能感觉到的。拍摄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可能对于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不断的在背词，然后再很流利的去说这些词，然后每讲一个故事表达很重要，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难题，因为本身我是东北人，所以就平翘舌有些时候说快了它就有一点显原形，对，所以经常也就是在咬舌自尽的一个边缘
但是后期就好很多，因为后期可能就整个你状态，你走进角色了，然后你在那个直播间里边就整个放松了之后就会顺利很多。生活中你是一个朋友们都很喜欢找的倾诉对象吗？我觉得我是，对，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是能称得上朋友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会找我聊，我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我不喜欢安慰别人，比如说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别人去安慰我，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更多就是倾听，然后就是陪伴。对，如果别人真的很需要我的意见的时候，那我就站在我自己的一个处理问题或者是角度去给一些建议就好了。对，都说演员这个职业需要强心脏，你会有哪些排解情绪的方式吗？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想得开的人，就是我也会就会有点就是崩溃啊，或者是觉得哎，这怎么办呢，就是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不解决了，然后他也就过去了。我不是一个就是随着自己的年纪啊，包括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一个经历和阅历之后，我就非常愿意跟自己和解，然后我也不喜欢去钻那个牛角尖。我觉得能过去的都会过去，过不去的也会过去。希望网友们看完这部剧能有怎样的收获？我觉得至少通过这样剧中就是角色的故事，然后引射到自己可能在生活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问题，让你自己的思绪或者是格局稍微会打开一些。我希望大家可以觉得我不是孤独的。对，可能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它，去直视它，然后去解决它就好了。这姑娘可真漂亮，漂亮，大眼睛，樱桃嘴，好看。今年多大了？我今、哎……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目前在……少问几句。我发现你在文昌街跟在家地方好像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像个大人。那你是喜欢我像小孩吗？还是我像大人？算讨厌吧。不讨厌那就不行。你有向来访以外的人透露来访信息吗？我准备混过了。游戏就是游戏，在乎的是结果。你觉得会不会在原本的资访关系当中有第三方人或者事情的介入？就这点能耐，好好的子鸡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他都已经不是唯一了吗？他的钱是你的吗？你自己没有吗？所以难个屁呀！去他的渣男！用力！来！再来！用点力气！用力！用力！什么人吗？